恭喜恭喜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来来来来，哇，太开心了！今天确定麦克风有开了啊！好，才五年就过去了，五年就过去了，终于哦，终于五年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五年来创造很多佳绩，很多话题，收视率节节攀升，是全台湾最最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，谢谢。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要说一下的啦，好多人是是是。好，终于五周年了，想问问看 ，Sandy 还有宪哥有没有对于这个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？好，希望什么新企划？期许啊，就希望女儿不要那么吵架人啦，还有什么好期许？不是我的事啊，要嫁的明明就是二妹。老二要嫁了。你忘了？好忘记了，就忘。对，我比较担心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担心我。这个现在已经是家里面的摇钱树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对对对，好。你是这样看我的？没有，这我已经快变你的血钻石了吧？不错了，对。结这个是血汗工厂。是是是，没错。结婚以前赚的钱都是爸爸的。好吧，这样弄清楚。那结婚之后呢？结婚之后就交给家里管理。为什么要交给家里管理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个很开心啦。人家问的是对小大的期许。小大的期许嘛，五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工作讲真心话，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一个工作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我们有一次这个扫墓的时候，看到祖坟上面冒青烟呐。哦。对对对。真的哦。对。好酷哦。后来阿公报警。啊！有人在山上焚烧东西。不要再这样乱讲话了。我们两个一起这样乱讲话，讲了五年呢。可以为大家服务，就是我们的福气嘛。是是是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未来的日子里面，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一个节目。谢谢。可以跟自己的女儿一起工作。谢谢。是吧？谢谢。今天奎哥也在我们现场，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儿子一起工作。哎，儿子怎么没来？在那里了，好奇怪耶！你多吃点叶黄素好不好？你们眼睛怎么越来越差？风奇，你现在怎么长得这么像你爸爸的大哥啊？对，好久不见。所以这个跟自己孩子一起在这个场上一起工作，心里面特别开心，也让他们知道说。爸爸平常的一个辛苦啦。哦，你这一段大概两周年的时候就有讲过，就讲过了。对，对我来讲，身为一个艺人呢，经常不被家人所接受。所理解，我现在也懂这种感觉，懂这种感觉，对，因为我常不被你接受，不被你理解。那我们就是不断在努力，在工作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一转眼，一看，哎，竟然五年就过去了，对啊，好快哦，时间过得真快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准备很大的一个大奖，你让人家 Q 啦，我们也可以抽，先让我 Q 完好不好？哎，我还在啊。Okay, 我还在，请请想问问，想问问啊，这全台最有话题的妇女党，有没有什么料要爆？今天是个爆料大会，爆料有没有觉得在节目上，爸爸真的每次哦，女儿每次都哎，怎么那样呢？就爆料就他，他有发生过一个事情，私底下跟我讲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他说金钟奖不公平，我没有讲这种话，我不可能讲这种话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可能讲这种话吗？因为我有德啊，我干嘛讲？对对对，他有德奖。没事没事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。我们的期许就希望这个来年呢，能够为我们中天电视台，因为这个电视台也算是比较多苦多难的啊，可以拿个金钟奖或什么样。这样好好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你不要乱讲话，我们几率就很高很高。是是是是。那现在没有办法，电视你不乱讲，观众又不看呐。哦，你不能跟他们说，他们都认同啊。对对对对。跟柯凡哥说，柯凡哥就不会认同了。是是，这样。啊，他认同。所以 Sandy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献给爸爸？就是希望你能够就是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这倒没问题，对，因为没有。不要再骑脚踏车了，不要再滑倒了。对，你看我多健康一个人，这样经过几十年以后才知道，爸爸是艺能界最无聊的。你看我早上去打球，刚刚练完球练四个钟头，然后进棚来录影。那晚上回到家坐在那边，是让电视看我看一会儿，然后我又去了。那醒过来又是隔天。
又要装可怜，你又要装可怜呢，实在是。第二个期许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每一次试图要在节目上置入自己的，不管是德国海豚啦，国交啦，或者是 PG Talk 啦，不要再讲错名字。还有一路相挺。对对对对，不要再讲错，每次试图置入，连这个名字都会讲反。对对对，讲反就很困扰。那没关系的，没有做到任何宣传的效用。错的观众才有印象嘛。那接下来的生意就是银杏。哎，银杏是要多吃银杏就会记得了。对对对对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。但是脑袋蛮好。后来人家送我一瓶，结果没有效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效，为什么呢？我忘了吃啊。会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是我们的，今天是我们的小明星大跟班的五周年生日哦，所以我们中天电视台特别准备了，一定有特别的，对不对？五周年，非常特别，所以邀请到五洲制药五董事长。不是。不要乱走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了不是了，冷静一点，怎么这样子？阿明老师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，冷静，怎么五年了你还没长大？今天是五周年的记者会啊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冲哦，啊，加油加油，冷静。准备了大礼哦，是我们的祝贺蛋糕，我们就要请这最可爱的 Pink Fun 女孩们进场喽，献上蛋糕，好可爱的蛋糕 ，Pink Fun， 哇，还有照片，五周年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。除了这个豪华蛋糕之外，我们中天电视台还准备了一个大礼哦，要慰劳辛苦的主持人，还有制作单位的每一位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有请到我们的钟平哥、灯辉哥、小钟哥，还有韩飞，今天人马分多，送上五周年的纪念礼物，哇哦！今天我想来点五五生风。在这里祝小明星大跟班每一集都可以破五！耶！哎呦哎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钟平哥欢迎，还有韩飞，这个是那你要送给女儿啊？哎呦，女儿长这么漂亮，有没有？所以，哎，好哦，谢谢。哎呦，拿到自己的抱枕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一送两位了，有点不知所措。那个人形抱枕，钟平啊，能不能送一点有实质意义的？你叫你老婆送你面包来，我都觉得 OK 是吧？我们觉得这个是想破头才想出来的呢。祝我们小明星大跟班呢五周年嘛哈，再创巅峰，红红火火。好，谢谢。五周年快乐！五周年快乐！谢谢，很可爱的宝贝啊！今天的记者会啊，真的是热闹非凡。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我们邀请艺人朋友，还有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先来大合照喽。位置够吗？来，麻烦一下，一步一步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大合照一下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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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请移动脚步哦。我们现在移动脚步，现在是大合照时间。好，我们先看前方，我们先看前方的摄影机。前方的摄影机，好，接下来是左边，左边的摄影机。好，接下来是右边，右边的摄影机。哇，中间再一次好吗？中间再一次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需求？好，在我们的左前方，左前方，五周年，五周年，五周年，我们来比个五，好不好？五五福临门，五五周年，五周年生日快乐，五五生风，五五生风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持人父女俩合照的时间了，好，谢谢。在这儿，来，我们跟蛋糕还有礼物一起合照。中天电视特别送上大礼，好，我们请看前方的摄影机，前方的摄影机，来，前方的摄影机哦，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看左方的摄影机，在左边，来，左边的摄影机有看到吗？好，接下来是右边，右边，哇，五周年生日快乐！好，前方还有需求，我们看正中间，正中间。哎，左边再一次，左边再一次，五周年生日快乐！还有没有其他需求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右边，右边再一次，好吧？来，我们要倒数了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
一，好，中间再一次，来，我们时间加码了，中间再一次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哦，祝福小明星大跟班收视率一定要破五哦，五周年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若云啊，好好。麦有开，麦有开，我确定哈。是是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联访时间了，我们接下来是联访时间。爸爸爸啦，谢谢，好，叮叮当当，爸爸，咚咚锵。饮料送给他们，小心小心。好哦，好。哒哒哒。